娘背我，娘的蝴蝶骨最美。棺材板真的压不住了，我告诉过你晚上别说鬼的。这冥香果然管用，小的们还不赶快把他们给宰了。又臭又脏，臭死了。娘背我，娘的蝴蝶骨最美。老文，醒醒！啊！杀他！杀他！没想到我最后死得这么难看。真是个好东西，文哥行。哎，在呢，你叫我名字怎么叫得这么好听啊？你个鳖孙儿！阿旭，你中毒了，别生气啊，我这次是真中招了，不是假的。我中毒了也能自己走。和我逞什么英雄，被我扶一把不丢人。我逞能耐了个熊。怎么了？解药人浑身是毒，吃一颗吧，以防万一。阿旭，你莫不是出身神医谷吧？身上怎么这么多解药？你看我像那号悬壶济世的人物吗？不像，我看你呀，倒像是专要人命的。在破庙里那心狠手辣的。可把我这个连鸡都不敢杀的温大善人呢、吓得小心脏砰砰跳。善人虽然长得不像，但我真的是好人。行行行，你是善人，我是杀人魔，行了吧？这世界很酷。